平靜。係啊係啊係啊，就好似去到去以前嗰種 feel 咯。Yo， 歡迎翻嚟《Take Care Channel》，我係 Taylor。嗱，咁今日咧，我哋就嚟睇由我家姐啦 ，Taylor Swift 嘅 Cardigan。係啦，咁咧佢最近咁啱出咗一隻好 surprisingly 咁樣出咗一隻新嘅 album 啦。咁好似就話佢喺呢一個疫情之下，即係冇咩嘢做先可以留屋企，就可以好快速咁空降嗰只。係啦係啦，因為佢上一隻 album 都好似唔知差唔多，唔知夠唔夠一年添啊，出咗冇耐 Lover， 出咗冇耐就已經出呢一隻新嘅咯。咁所以我哋今日就嚟一齊聽下呢一隻lead single 啦。好。咁所以開始之前就記住要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因為嚟緊我哋都會做更加多嘅 MV reaction 啦，同埋更加多其他嘅影片嘅，所以就記得 subscribe 啦。咁我就即刻開始啦。好。好 ，let go。鋼琴。啊，係係 ，by the way，by the way， 我哋已經其實聽咗呢一首歌嘅個叫咩啊 ？Lyrics Video 係啦，但係呢個 MV 咧就未睇過嘅。我哋諗住睇 Lyrics Video， 諗住睇下啲歌詞係點樣，先再嚟 react to 呢一個 MV， 所以就繼續。我覺得好 country 嘅地方。啊，係啊，間屋。全部都係啲嘢古舊啲嘅 feel。有啲咩酒嘅閃閃亮亮，哇！寶藏啊！佢跳入去，佢好似《愛麗絲夢遊仙境》咁樣嗰啲 feel 啊，即係捐入個窿或者咩就會去另一個世界咁樣。佢個琴凳就出翻嚟。這個呢我想說呢因為我覺得一開始看那個 Lyrics Video 的時候呢，我覺得他的歌詞寫得很漂亮和很有意思。這一段啦 Friend to all is friend to none the friend of none，我覺得是其中哪個最喜歡的歌詞之一咯。因為即是你到某一個年紀你就會真的知道即好像你小時候的時候你可能想去make as many friends as possible 咁樣，覺得自己好有朋友就即係好威咁。但係到你即係慢慢你真係有啲年紀嘅時候，可能好似 Taylor Swift 咁啦，佢可能經歷咗某啲嘢，咁到依家成熟咗啦，先知道其實可能真正嘅朋友可能唔使話好多，只要真係真心嘅就已經夠咯。我著水瀑布咯。我覺得好靚喎，呢個場景設得都。同埋話呢個 MV 係 direct by 佢嘅。好靚，好舒服。即首歌聽落都係好平靜。係啊係啊係啊，就好似去到佢以前嗰種 feel。咪好有電影感咯，我覺得。我嗰陣正諗緊嘅咩電影，我一直都諗唔起，但係佢就係好 movie。係啊，就係呢一睇就覺得好似睇緊電影咁樣咯。咩動物啊？唔係，係有去啦。咁我又去另一個地方。好似液體咁樣。佢呢個有啲似Peter Pan嗰個船，都係咁樣喎。即係講緊你啱啲講，哇！係咪呢個係咪可能係somehow講話可能講即係好似係佢嘅故事咁樣，即係可能係佢當佢有遇
有啲困難嘅時候啦，或者逆境嘅時候啦，之後個鋼琴即可能代表音樂就救咗佢。哦，我諗可能係咁樣。再去另一個地方。所以其實佢 MV 係咪講緊，即係可能係佢音樂生涯咁樣樣？可能係。即係可能個鋼琴就係代表 music 啦，然之後佢由一開始可能一個country 啲嘅地方，透過音樂可以令到佢去一個即係可能好wonderland 咁樣，去到嗰個綠色嘅場景咁樣啦。然之後可能當中佢又遇到挫折，但係最尾都係音樂救翻佢，然之後佢再喺音樂嗰度翻翻去最開始佢自己 country 嗰個 style。是嗎？我不知道，只是個人的 interpretation，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這樣。他叫你 respect social distancing。 我看不到，剛才那一次說看不到那句。所以這個 MV 就是到這裡啦。是啊，你覺得怎樣？哇，這個 MV 很舒服的感覺，就是你聽完之後整個人很 relief 那種感覺，然後就是你 feel 到，就好像以前聽，好像你說聽比較舊 Taylor Swift 比較沒有 fearless 的 speaking out 那種的，我覺得反而他是可能比 fearless 更前，即是更前，好像 Taylor Swift 他自己即用個人名出第一隻專輯的什麼 Team Go 那一種 feel、但是即當即當然那時候說的可能是比較愛情一些的東西，然後這個可能是說他的生涯、或者是說他對可能人生的看法，或者他現在的一些故事這樣啦，但是那個 feel 是真的去回以前那種，即比較 country 一些很令人舒服的那種。其實最喜歡就是這一個style 的他咯，所以因為我記得之前好像拍 Love 的時候也有說過的，覺得好像 Taylor Swift 慢慢回來的，因為他到之前可能上幾隻專輯啦，即到他紅的時候可能他慢慢走向都可能比較 pop、或者開始變得那些歌可能 aggressive 一些、或者是即係刺激啲、激昂啲咁樣，但係到最尾佢都係慢慢當佢係啦，當佢成名咗之後啦，都係翻翻去佢自己可能最想做嘅音樂，或者佢最開始 country 嘅呢種 style， 所以我覺得係開心嘅，係啊。咁所以你會俾幾分咧呢首歌？呢一首歌同埋 MV， 我應該會俾8.9 分咯。是啊，因為我覺得首歌和 MV 是襯的，因為它是一個很舒服的歌啦，然後個 MV 都是即是被你看到那些綠色的 Wonderland 啊，之後有一些流水啊咁樣，係所以總之成件事就會令到你看到很舒服咁樣，好像你突然之間去了一個世外桃源咁樣咯。咁如果俾你的話，你會俾幾分呢？呢個我會俾8.5。因為就似你咁講，即係佢好，即係呢個 MV 同埋呢首歌所有好嘅地方就係佢好舒服，好 relieving， 然之後好令人感覺去咗 Wonderland。但係我因為我睇呢個 lyrics 嘅時候，我 expect 佢可能會有少少 Peter Pan 嘅場景。但係佢咪真係講緊個故事？我唔知啊，但我見到佢個 lyrics 係有 Peter lose friend， 可能佢係 metaphor 嚟嘅，即係 represent something。但係我 expect 可能佢會個 MV 場景會有少少，但係。就是這個位置有少少失望，但總體來說是這個，覺得可能會更加夢幻，不知道飛上天這樣。不過這個 MV 總體來說都不令人失望，即都是很滿意的，即你看下去好像看電影一樣，雖然它裡面的場景是可能是一個
綠色的山水咁樣啦。但係你望落去，你唔好講山水，講山水就諗起嗰啲水墨畫咯。但係你望落去係真係好似睇緊電影咁咯。我唔知係邊一係咯，好似咁，我唔知係邊一度，但係就好有電影感咯，望落去係靚嘅咯，整得。所以真係好唔錯嘅。係啊係啊係啊，咁仲有補充啊？系啊，咁所以今次呢一個 MV reaction 就到呢度啦。咁記得follow 同埋 subscribe 啦，同埋如果你覺得呢個 MV 點樣咧，都歡迎喺落邊 comment 話俾我哋知嘅。好，我哋就係再見啦。好啦，好 peace。